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我们 HXZ 快乐体验汉语在线学习。我是琼娥，我是长。哎，长安，今天几号？今天24号。今天几月几号？今天12月24号。那今天几月几号星期几？今天12月24号星期日。今年是哪年？今年是2019年。好耶。好，我们练习一下。今天几月几号星期几？今天5月25号星期六。好，再来。明天几月几号星期几？明天5月26号星期天。哇，好牛哦。我们的话题到此结束，祝大家学习快乐，再见。